大家好，我最近上网买了一台泡脚机，货终于来了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，我现在就把它拆开看看。整个拿起来，这个我买的是有轮子的。这个桶子是可以移动的，方便到时候要去倒水的时候就比较没那么吃力。然后里面有一个说明书，然后背后有一个这是，然后这是里面有一份说明书，它的后面有放个遥控器，因为我买的是微电脑的泡脚机。然后还有一个按摩用的滚轮，再来这个线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因为拆开看也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，可能里面是放一些什么一些中药，还什么那个药包吧，药材之类的，因为也还没用，也不知道。还有一个刷子可能也是刷脚之类的吧，因为没有用也不知道，因为说明书我也还没有完全拆下来看。然后这主体就是这一个可以滚动的，然后这上面有那个面板，到时候插电以后就可能看你依据你所想使用的使用的情况去设定吧。那这个看起来是还不错，体积也蛮大的。对啊，高度也还好。这如果装满水量很重哦，很重，所以要推的吗？当初买的时候就有考虑到哈，水量水会很重。所以我们就去跟他买有加轮子的。对，因为这个泡脚机大部分都是年纪大的人在使用嘛，那可能体力上也是有点吃力。这个好像可以提耶，对，可以提，它设计可以提，可以提手把，对，都还感觉还不错。对，里面这个是滚的，可以滚。这个遥控器可以遥控。温度啊，什么一些操作模式的，这当初是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有面板。这两个好像是什么红外线的吗？有啊，它这功能很多。应该也有气泡啦，有啦，气泡的。这个。这样气泡。那这个凸起可能是脚底按摩的。对。啊，这滚轮也是，滚轮这个应该也是脚底按摩。对，有气泡的，对的。如果你要气泡，就按一下气泡功能，它的气泡就会跑出来。就是看你要怎么设定，要减温、加温都可以。我们这可以恒温。然后温度也可以做设定啊。可以的，它是当初买都有。那我们是不是就拿去加水呢？来试试看。好。好 ，OK， 推过去。轻轻的可以用提的啦，但是如果有水的话就要那个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拿到这个浴室，用热水把它加满。
那我想应该是加到那一条线就好了哈、哦，那不是一条线。这个接到这条线时就已经算蛮多了的哈、哦。可以哈，就很重哦。没关系的。那加满。差不多。好。好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推出来了嘛哈。嗯。先抬。稍微抬一下，先抬。好，好，放置。可以再推吗？这一手要提着线吧。好、哦。这样推可以看，没事，这样拉着推吧，嘿。可以吗？好推吗？我推，我推推看，哎，还好，要用拉的，啊，线放在地上拖没关系。嗯。啊。感觉这样还 OK 了，这样推。哦，对了，哎，对对，剪的好高哦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先插电嘛。插这边。对啊，这边有电线插着吧。嗯，先插。对。嗯、哦。对啊。好。哦，现在一插就是什么 off 状态嘛。嗯，那有。那把遥控器拿出来啊。嗯。包装好，有个透明袋。最大水容量12公升。你再拔掉吗？这个？那现在就可以来试泡看看了吧。目前是41度。我们设定是45度嘛。好像它内定值是45度了，嗯，然后它现在显示的是目前的温度，嗯，因为我们从浴室加的水，那个水龙头出来大概41度最高的嘛。嗯，那这要去按吗？就是不用按吧，你就这样就直接可以泡了，不是有气泡吗？有啊，都有啦。对，脚就放进去就好了。热不热？嗯，还。有热，有热哈、嗯，对啊，现在泡脚机最讨厌就是说，越来越温度越低就很讨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嗯，那如果说它能维持40几度，就不会感觉越来越冷。嗯，这还可以，有滚轮可以的。其实一般比较恰当温度大概43度到45度之间嘛。感觉有点热这样子比较好，因为它有在加温，就不会温度一直掉下来。不是它有在加温吗？有啦，它那个如果等一下等42度的话，就表示也在加温了。嗯，哎，有嘞，在加温了。啊，对啊，嗯，那到45度它就自动停了，不会再加了。他刚才是内定1个小时嘛，因为不是出现60分钟吗？嗯，内定值。嗯。你这边加温。气泡应该有了嘛？嗯。压盖你。哎。哎，还有震动。哎，对对，我压了一个。喷射水流吗？气泡。好，气泡是吧？按气泡。他刚才是有水流，水流还没有气泡的。没有，对。前面呐、啊，可能是前面这边，这是什么？那叫什么？气泡。嗯。嗯。啊，已经43度了，你看。嗯。
所以就不会越泡温度越低就对了。啊，这个不晓得在按摩，小搞不好是按摩小腿的。对。啊。不晓得，你要看说明书。对，顺便按摩一下小腿。这样。我不晓得。不晓得，这么干嘛？不晓得。嗯。等一下再看。对啊，这样就不用像之前我一直帮你加热水了嘛，而且像这么高的话它也不会溅出来。 对，以前都会溅出来。那水比较多的话温度比较不会掉下去的。对啊，降温不会降到那么快。我再试试。这样有没有觉得蛮温暖的感觉？太棒了。对，尤其是冬天哈。冬天了。嗯，脚步循环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也是相当不错哈。嗯。不错。嗯。看着，你关掉它就不会了哈。哦，你现在是关掉气泡。关掉气泡。那它水流还是有嘛哈？它的是。它是水流的。嗯。对，固定的。对，那是有马达在抽水的嘛。喷射的水流嘛，啊，这个是气泡机吗？对，嗯，不错。哦，那今年冬天就有泡暖乎乎的，感觉还蛮理想的。嗯，不错，不错。它到45度就会停。对。差不多本来我们想自己制作一个，结果想一想算了。对啊，买现成的比较快。嗯，都弄好。对啊，自己做也要花时间，最主要这外观也感觉蛮漂亮的啊。哦，收藏应该还好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就试用到此了，谢谢各位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